你好乖，哥哥没有来看你啊，你现在不理你哥哥啦。我真的跟张女王讲，就说看看以后他会跟跟妈嫂家这个隔了，因为他每天来。我也每天来，我中午晚上每天来。呀，啊咪咪嘞，你妹妹嘞，你妹妹嘞。不管家里。不要跳的。拍起来对啊，放在这里。喵喵，哇，这样拍起来跟那个右摆嘴好像。刚刚喵，喵哎、欸，喵哎、欸，不用紧张，那小朋友来。喵哎、欸，他不吃面包，那个巧克力啊，他也不吃。饼干，那饼干他也不吃。喵。